欢迎您再次收看西南太阳能时间。为了要教大家如何的节能省电，我们今天还是再次邀请到了西南太阳能的资深华人经理 K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。 K 你好。你好 Maggie。 你好。是，我已经接到观众朋友电话了，就是他们的询问是，如果呢我们产生了一些额外的电力的话，是不是可以重新的卖回给 Edison 电力公司呢？是的，到目前为止呢 Edison 公司呢都会有收购回去。是，如果收购回去的话呢，太阳能的这个租赁的合约方面呢，购买合约跟预付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的地方，区别在哪里？区别是在现在我们公司最受欢迎的就是这一个免费安装购电计划。那么很多就是当地的白人啊，韩国人啊，各种不同的语言的人的顾客都喜欢这一个免费安装购电计划。那么为什么呢？因为您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够节省25%到60%。那为什么要租的呢？是因为有一些地区还没有这一个免费购电计划，这一个还没有，所以呢还是没有办法一定要租。那么购买的呢，购买就是你要用现金来付一次。以后那一次性的现金会不会很多？是啊，是从2万、3万、4万、5万不等哈。那我个人是觉得，而且我们经过我们的经验，很多客户呢都是想说，既然是要节省钱，为什么还要花钱？所以说很多都是选择这一个免费安装购电计划，这一个就是租赁的咯。也不是租的，是购电而已。是不同，跟租的是有一点点不同。那我要怎么样能够算是我符合了政府这个奖励的资格呢？所谓我要购电的话，就是说我怎么是符合这个政府奖励资格？就是您只要是屋主，只要是独立屋，然后有消费少许以上都可以的。太好了。那么如果呢改成了太阳能的话，我可以节省到多少电费呢？是从25%到60%。他一直 remind 我是25%到60%，是非常高的哦。那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，为什么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要选择这个西南太阳能？而且我知道你们也越来越受到欢迎，因为我们有一个服务是别家公司都没有的。到目前为止，就是说我们会免费把太阳能板拆下来，如果你们要维修屋顶或者房子的话，我们会免费拆下来，然后再免费安装回去。是，如果您有更多的问题，荧幕上7145892160可以询问详情。我们非常谢谢 K。是的，7145892160。